爆発が起きた。学校立焰照亮夜空、两层楼建筑被恶火吞噬，随时都可能爆炸。日本北海道札幌市临近地铁站的居酒屋，当地时间16号晚上8点多突然发生大爆炸，消防队赶到现场抢救灭火。浓浓黑烟直冲天际，对面商店的落地窗全被震破，就连远在斜对面的这栋大楼二楼窗户也无一幸免，整排破碎。附近街道公寓玻璃应声碎裂，倒塌的碎石瓦砾横跨整条马路，爆炸冲击震撼邻里，居民以为是发生地震了，纷纷仓皇逃难，可想见威力有多强大。还原意外发生当下，当时行经车辆的行车记录器可以看到，路旁的这栋建筑突然炸成火球，火海燃烧3家店铺，造成多人受伤。当时在居酒屋的客人表示，闻到瓦斯味后就被炸飞。してからすっごいガスの匂いがまたして一瞬で燃え上がって、みんな飛び降りろみたいな感じでなってて、気づいたら足骨折しててみたいな。两层楼建筑灾后严重崩塌，成了焦黑废墟。当局怀疑气爆源头可能是隔壁的不动产中介，居酒屋是惨遭波及，正在进一步调查事发原因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